我说赵春雷，你这活在厂里干干得了，别老往家里拿呀，这家里边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多乱呀！哎哎哎，跟你说话呢，你是聋了还是哑巴了？这家里边是你一个人住吗？这破浆糊啊，多难闻呀，闻了头疼。以后哈，这些破纸盒不许拿回来，听见没？这浆糊哪有味儿啊？ 装聋作哑是吧？哎哎，金枝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我就看不惯赵春雷这副装模作样的德行，以为谁都怕你呢。我金枝就怕你这个老姑娘。哎哎，金枝，你太过分了！我就过分怎么了？啊，你还要打我不成啊？哎哎，你打人呢你？是他让我打的，你应该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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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哎，这这这这这这可犯法了！你冷静点儿！哎呀，吴明光，违法乱纪的事儿，我赵春雷绝对不会做。倒是你这个新媳妇儿，得好好学学规矩，别动不动就捅人。我现在就上公安局去告他故意伤人。 别担心，就我这伤，不会判他多长时间，也就是十天半个月。明光，妈，我不想做了，别让警察抓我！明光，春雷呀，这金枝啊，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脾气一时没控制住，失手了，快给姐道歉，说不是故意的。姐，那个对不起啊，你看金枝都吓哭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 我这刚结婚呢，姐呀，你就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你别告他啊！你是家里的老大，你不能跟我们这些小的一般见识。你要真把我这些新媳妇儿给我抓进去，我以后在厂子里边我怎么混呢？行，我就看在你们刚结婚的份上，这次就饶了他。要是再有下一次，你们看我赵春雷是不是好说话的？ 你说你整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真是乱乎死了！现在知道了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让你别招他，你这横的干不过他，你不要命的，长记性没有？什么人啊！行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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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包的也不好，要不还是上医院看看吧。伤口又不深，上医院干嘛呀？ 谁说不深了？你看流了多少血？没流多少血，这不都好了吗？我这个嫂子真是太过分了。我保证，她以后啊，再也不会这么过分了。坏就坏在这道刀疤上了。怎么说啊？ 你看啊，这一条呢是你的庆感线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？囊号到这儿，被这一刀咔嚓，从这儿切断了。这刀啊是几年前让人给切的。对呀，就是在这儿切断的。哎呀，本来你应该出丧对象结婚的，可是你看看你现在都几岁了，还没个对象呢。 没对象就没对象呗，又不是没吃没喝没穿没住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呀还是赶紧干活吧，没对象可不就得靠自己吗？我说明妹呀，你就是跟你姐生气，也该省万了吧？ 这都2年多了，你愣是一句话不跟他说。王姐，啊，我下午得请个假陪人看病去。又陪谁呀？陪那个徐海洋他妈。不是春雷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对那个徐海洋。
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可别把自己圈好在他妈身上，你还得有自己的生活来，啊？我知道了，谢谢王姐。到那边坐会儿吧，一会儿公共汽车就到了。哎，好，来。哎，哎，春雷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又陪我去医院看病。嗨，伯母，您跟我那么客气干嘛呀？对了，高血压的药可千万不能停，一定记着吃啊！还有啊，跟那个心脏病的药得分开吃，两个千万不能同时吃。回去我还得跟罗桂花说一下，那饭菜啊尽量做淡一点，对血管好。医生还说，哎呦，我这一路你说了多少遍了啊？发现你越来越啰嗦了。这不是人大了吗？大了就容易啰嗦啊！知道自己越来越大了啊？老大不小了，赶紧把个人的婚姻问题解决了，赶紧解决吧！啊，哎呀，瞧您这说您身体呢，怎么扯上我了？哎，人呐，总得往前看，得为自己今后的日子做个打算吧。你就拿我来说吧。这海洋刚走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觉得天要塌了，这人没法活了，日子过不下去了。我那时候我恨你，我都恨透了。可是后来呢，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这么过去了，哎，天也没塌，人还好好的。所以说呀，真得为自己今后的日子做个打算了。毕竟海洋已经不在了，你就这么耗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伯母，海洋还在，他一直住在我心里呢。你对海洋这份心，这片情啊，我真是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可是有时候我想，海洋和卢桂花都已经有孩子了。唉，反正我呢，现在想得越来越明白了，我觉得这都是命。这都是老天爷注定的，是缘分。你比如啊，我和海洋这个母子缘分短，就这么长。你跟海洋啊，没缘分。海洋跟罗桂花呢，这个缘分我一直没搞明白啊，没搞明白这海洋到底喜欢罗桂花什么，他看上罗桂花什么了，没搞明白。但是他毕竟是给我留下一个孙子呀，啊！我现在只要一想起我们家俊俊，我心情再不好，哎呦，我马上就会高兴。哎呦，这满天的乌云一下全都散了。行了，伯母，咱不说这些了，只要您高兴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比什么都强。那是，那是。哟。罗桂花带着俊俊到公园去玩去了，一会儿下车我得去找他们去。行，我陪您去。哎。哈！嘿，俊俊，你慢点，别把脚给崴了。哎，俊俊。大宝，孙局长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下来了啊，一二，哎呀呵，大宝，大宝，妈，我和大宝一块去那边玩，大宝，去吧，去跟局长，哎，大宝，妈，你慢慢点啊。
哎，哟，肖阿姨赵春雷来了，陈队长也在这儿。出差好长时间，一回家家宝就缠着我，带他上公园玩，这么巧。啊，哎呀，其实应该的。这孩子，你看玩的是可高兴，这孩子就得结伴一块玩，最高兴了。是是。有空带着家宝到我们家去。好，好，好，肖阿姨身体挺好的。挺好的。 哎呦，君君喽，我这大孙子玩的高兴不？高兴，开心不？开心。哎，那这玩意儿行吗？妈妈捏起来，妈妈捏起来。哎呦，这要求真高啊！那我过去了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伯母，您慢一点。哎，好吧。走。行。高兴。啊！我来往高处扔。 你和桂花后来没跟你说过什么？没有，但是我一定会找到真相的。不过这么多年，据我观察，伯伯和身边没有什么男人主动接近她，就连我一直怀疑的刘一敏，也跟她没什么接触，所以应该也不是君君的父亲。君君，你得抢球啊！ 你还是坚信徐海洋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海洋绝对是清白的，肯定是罗桂花在撒谎。不过你看现在，海洋他妈妈笑得那么开心，俊俊是他全部的希望，而俊俊呢，那么无忧无虑，生活得很幸福。我就想。